安尼太太讲安尼是种菜的话呢，种菜你唔好共甲甲讲伊无啊，讲共烦恼，你是有做关心。两百米，咱都不能讲啥屁。啊，恁是晚上几点？五点。嗯。已经也是做餐，就吃五顿，你知影？哎呦。你知影？嗯。做餐太要了。吃五顿。你看，你看，就十点就去吃点点心无啦？啊，就三四点吃五顿，反正三四点个吃哦。一般人是米苔包还是绿豆汤啊？一米五个羹啦，你听人讲无？嗯。听人唱歌无？我无。我一天吃五顿，啊，一米五个羹。无啥。一米五个羹啦，枵到是饿啦，饿不到啦，就饱啦。啊。俺只空无点心，无吃五个羹。啊。一天吃五顿啊。我一米五个斤啦，哈、啊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我嘛唔知。人家唱就播歌就安尼。对啊对啊，伊一般伫，迄伫石碇那个，茶山古道那个地方，他们在海外唱那个蛮碟，什么播歌嘛，那个刘克谦刘老师不是有写嘛？嗯。他要把它录起来，他说快要失传了。